战力我们现在是高第二名，高了70000，装备也是第一，魔宠守护物不知道为什么比他高那么多，成就点数也是无与伦比。工会我们是在第一工会，竞技场排名啊，等一下，我这竞技场排名不是最前面的，我好气，来把这个次数买完哦，第一名，来跳落下马，好吧，没有充多少钱就拿到这个第一呢，我还是以为这游戏有多氪，好，拿到了这个第一名。然后世界首领活动开始了，周一到周五我们去挑战一下这个世界首领啊，它还有1分40秒才能开，我们这儿有这个个人排行哎，那我们这个个人第一也可以考虑拿哎，工会第一，个人第一，两个第一，舒服。好，这 boss 要出现了，然后打他，直接切换这个模式，然后揍你，把能点的技能全都点了。 OK， 这是工会排行，我们看一下个人排行是不是稳的第一，哇，我直接150万输出，这加百六是62万，哎，但是那个人他为什么没有来？他战力64万的，但是他没有来，哎，他也是我们工会的，叫做酸浆果味寒风。好，最后再看一眼这个龙，然后就结束了。我这旁边这个腿儿可以的呀。然后我们这个个人伤害3000万，然后第二名是2400万，就差了我们600万输出。还是卡得很紧的，然后我们伤害占比39%，第二个工会它其实伤害也不差，20%，啊，其实这个网易云也是牛，然后个人的话，我一个人就占了6.9%的输出，如果我去第二个工会，其实，就差不多了，两个工会就差不多了，哇，厉害厉害，然后工会邮件一键领取，排行榜奖励个人的第一名领取，哇，第一名有额外的奖励，而且看起来很多的样子，舒服，老王图以后流量起来肯定。可以接一下这个推广，哎，但我就简单的和你说15秒钟，好吧，我这接不到什么游戏的这个推广的，老实说接不到什么，为什么呢？竞拍成功，这些都竞拍一下，接不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举一个简单的道理，你看那些接广告的人，他们去拍广告，但他们会玩游戏给你看吗？他们会花钱玩游戏给你看吗？不会吧？为什么他们不会搞？因为厂商也不会支持把他们。厂商也不会把钱给他们，让他们把这个游戏内容展现出来，知道吧？出价也被超过，怎么我刚出价就要被超过了呢？大哥你真屌，我刚出价就被超过，这个是自动的吗？我的竞拍，这他人竞拍，来重新竞拍好吧？大哥你有毒，那不就是比吗？来，你300绑钻，把这个重新搞定，好吧？大哥，你搞事情，现在竞价没有用，一口价，再拉一拉。主要是这个东西太多了，这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还不屑打，早上好像也有。主要是这个东西也不需要那么多，你懂吧？来，13块钱的，而且这个是看什么？我靠，大哥，你不会一口价秒了吧？一口价秒了，我看一下，我这儿没有，都一口价，好吧。凡人，这个只能一口价了，有意思吗？啊？还点半天，我操！竞价有啥意思啊，大哥？然后这个竞价是可以提升啥的，我忘记了，工会。哇，工会这个点数有好多啊！哦，这个可以提升了，但是要270，都被买了，啊，问题不大。敏捷，增加闪避强度，这里我平均提升一下，反正这个加的也少。OK， 现在竞价浪费时间，主要是我不清楚啊，这前面抢的那么夸张啊！拍卖所得，哎，这些还可以一键领取，我还没有领，不好意思，在邮件里。好的，好的。可以使用了，突破一次，哇，这个加6000，那么牛，这个没买有点吃亏啊。我今天其实一开始问过，我说这个要不要买，他们都说只玩4天的话，只玩2天或者只玩3天就浪费了，其实是要买的。走，开宝箱，不是开那个什么图啊，直接就挖了，就在这儿，那么牛，停 OK 啊，光明之雨。这个一般吧，不可以自动传送，问题不大。哎，怎么就在这儿？等一下，我还想弄清楚怎么样飞行，结果就啊，宝箱副本，好打一下吧。然后我这藏宝图有那么多，开到红泥马月去呀。我就先把这几个红色的开了，剩下的我全都下播自己慢慢开。
然后开出来的东西，11:50的时候我们再相聚，好吧？好，打完了，给了一个暗星项链，这个好像不值钱，因为它是橙色的，还有个宝箱，开一下。哦，给了两个密银，这个还行啊。哎，好像可以了，这个是可以飞的。好的好的，我终于飞起来了。啊，还是要使用的。我靠，这个好烦啊！你走路的时候其实还要不停的点火焰之雨两个，哇，这可以一直挖。再来，这里的大奖英灵宝箱是最厉害的吗？不是，我觉得最厉害应该是这个石头魔能密银，应该是。我这三个都可以在一起挖，这个好爽。我他如果一个一个找的话，那我要痛苦死了。好，四级宝石。好，给了一个史诗魔宠灵魂。好，哎，掉入了进了一个什么什么穴魔穴，来把这些都斩了，瞬间清完。我靠，试炼通过，离开。你要买精灵，迪迪，拒绝。我还要挖宝呢。哦，就在这儿哎。哦，这就是你不断的去点这个宝图，然后不断的试探。挖到了，挖到了。玩的是血魔。哎。这个是密银，可以，就这个就挺好的。再来，哎，又掉入了这个神秘的洞穴。来，开技能秒，它会给绑定的魂金。哇，这个还是还可以的，一秒钟打完，舒服。密银是好东西，我知道的，一个值几块钱。好，停，挖宝14。给了一个火焰之雨，这个我刚才都得到过了。前往另一个平原，这个藏宝图是按不同地图的。哇，还有60，哇，有这样的提示，哇，100米之内就有这个提示，哇，这个很好找呀。好，可以挖了，这10米之内就可以挖。个人感觉还是战士打架猛，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战士吧。啊，给了一个4级宝石，哎，不亏。哇，又是一个密银，舒服了。给了一个灵魄，这灵魄我记得有人去卖的。那这有个铸魂，哇，这些有这个点了。铸魂，要不铸一个这个项链？我来铸一个这个吧，这个戒指，6星。好，加了2000战力。刚才那个还没有说完，就是如果当红的主播他拿到这个赞助费，他也不可能玩这个游戏。谁玩这个游戏，谁就把这个游戏的内容公开出来了。这样的话，其实如果这个游戏很不火的话，它无所谓。不火的话，比如说我本身有10万的粉丝，那些粉丝玩了一下这个游戏，给这个游戏多赚一些钱，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游戏特别的火啊，那个可以花几百万去聘请别人去打广告做这个代言人的话，特别火的游戏不适合去把这个钱拿到这个游戏里面去刻给别人看的，因为那样的话，很多像你们很多白嫖党。原本对这个游戏有兴趣，但是你只要知道妄图以后什么新游戏出了，妄图第一个玩，对吧？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直接看妄图直播就行了，你就不从一个这个游戏玩家转换成这个直播观众，那就没有这个转化了。所以哪个游戏厂商就大厂，他做这种事情是不得利益的。所以像我这样就没有钱人，没有之前没有人走通过，所以妄图是成为第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人，能够说是把游戏厂商的这个蛋糕抢走，然后做成独具一格的这个视频给你们看。所以啊，也特别感谢大家一路走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支持。充值榜暂居第8，我充了3700，它是有一些不算在里面的，所以我只充了3700，但是无所谓，一会儿充到5000，我估计这个前五就有了。我们充到6000、7000，应该前3差不多。然后试着看一下能充到这个第一吧，倒看一下。好了，所有的宝藏就挖完了，给大家最后看一下这个排行榜等级榜，明天就看一下这个高低是怎么样的了。然后这个战力我们现在是高第二名，高了7万。然后装备什么也是第一啊，这个魔宠守护物不知道为什么比它高那么多。然后这成就点数也是无与伦比，他们好多人都是充了钱但是没有花钱的。因为第一天充值榜，所以第一天多充点比较划算，可以拿高一点的这个奖励，对吧？然后工会我们是在第一工会，我打算不要叛变了。这里这个天欧香是什么意思不清楚，这个是好奇怪的东西。然后竞技场排名啊，等一下，竞技场参与
我这竞技场排名不是最前面的，我好气。来把这个次数买完，消耗绑金，然后挑战一下，进个前100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OK， 获得了什么什么的奖励，金鸡币。来进前100。我今天打这个竞技还输了一次，特别委屈，没有想清楚是怎么输的。我是十几万输给了一个5万建立的。那么难吗？这个虎枪手可以控制我，让我放不出这个技能，我没有技能就没有输出了，基本上是这样子。大哥，你还免疫？搞麻子啊？还免疫伤害？这真是看醉了，骗我技能是吧？这电脑还骗我技能来了。好，历史最高第23名了，哇，那么快，来挑战下第15名。哇，他召唤了好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但是无所谓。第7名，这个如果切磋到的是一个在线的玩家，那应该是可以手动选择去参战的，不然他刚才那个竞技榜那儿为什么要写这个在线和离线？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哇，来把这个大招放下，这个已经开始有点难了呀。第3名龙溪，21万战力，大哥你才21万战力就第3名了。来血魔走你，打人不眨眼，在线可以进去的。哦，好的好的，果然。哦，第1名，来挑落下马，好吧，别客气。主要你们中间冲太少了，逼着我来到了这第1名。如果你们多冲点的话，我肯定就是猥琐发育了呀，对吧？谁知道没有冲多少钱，反而就拿到这第1呢？真是的，我还以为这游戏有多氪啊！战斗13秒，就因为我主动的，所以很轻松就把它打下去了。好，拿到了这第1名，竞技第1，拿到了批量领取交易。我看一下，一口价为什么变成45了？这个同志勋章为什么变成45？好奇怪，就轻拍一下。30以内的我都可以买。这个450一口价不需要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这玩意儿吧。我这个绑钻要留一些，留一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后参加那个冲榜的时候会需要用宝钻买东西的。啊，不是角度啊。好的好的，这个不允许有196的。好，我的拍卖就在这儿了，超价也被退还，拍卖也被退还。哦，这个很讨厌厌呀。那这个23分钟之后我来搞一波事情。这东西后面不值钱，我知道的，一会儿来搞，先不要激怒他，对吧？最后拼一下这个手速就可以了，这是可以合成的。哦，好的好的，我知道这个东西肯定后面就不怎么值钱了，之后可能还会有更高级的东西。有人说先秒5个升级，升级加个6000战力也不是不行。来1个2个3个4个5个，哎，怎么还少了一个？刚才有个没有买到。好，这个战役突破一下，我又加了8000，主要就是这个白银战印，白银战印可以通过这个道具合成，要5个这个才能合成，就是25个可以再升。我的宝钻用来升这里这个战印其实是可以的。哎，不纠结了，懒得跟你搞了，我直接一口价给你全都秒了，搞嘛呀，对吧？但是这个450比刚才那个300要贵好多，这我点太快了，对吧？不给你机会，拜拜。但是花了10000的这个宝钻简直是血亏，但是问题不大。领取，然后道具合成啊，有24个，哎，还差了一个呀，可惜了，明天来吧。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晚上11:55再来，然后到时候充值吧。好。
好了，先到这儿，然后欢迎给视频点赞喽，拜拜喽。